啊，我真的是，我不应该捡油害的。我昨晚自己手残剪了个刘海，愁死了。这么准时不太好，不好吗？准时还不好吗？那是手贱不是手残，我自己，你们看，都剪成这样子去了，结果等它慢慢长长了，好难受。就感觉自己本人看起来一上镜贼丑。去睡吧，就当我是
舍大雾，有两个人的幸福成一个人的痛苦，也许这样成全能得到你的安抚，当你走远的时候别忘了来时的路，别让我对你的心情恍惚。谢谢风哥的小星星。愁死了，剪了个刘海。太丑了。把你我还给剪了，等会儿啊，刘海特别不适合我，是不是这个刘海特别不适合我？你们觉得？啊，好难受啊！我自己剪的，我昨天忍不住自己剪了一个，剪废了。别安慰我了，真的别安慰我了。
可能我自己也看不习惯吧，太难受了，真的很难受这个。都得给我看习惯。斜刘海那个不叫斜刘海，那个是，那个是没有刘海。我就随便剪了几根，别安慰我了，因为散着头发好看啊。没有，我自己剪了刘海，我没有做，是我自己剪的，我自己手贱给他剪了。他说的我们到底算是什么？难道听到的感觉都是错的？暧昧总是差了什么？哎，没事没事，等长成就好了，现在没办法了。你不在的世界里都是阴天。说实话好不好，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没那么好看。沉默却压抑着燃烧的我们，该死的勇气到底在哪里？我记得那瞬间，相拥一起不会疲倦，说好彼此搞个小发场，我记得有一个特效是有发卡的，我照一下。所爱过痛苦过却不想放手，难道我们还抱着回忆享受？放过我也想要你放过自己，爱就要说出口，别假装朋友。记得那瞬间，相拥一起不会疲倦，说好彼此想念，却变成背对背怀念。谁记得那瞬间，我们像永恒的画面，按下了暂停键，想念与知情在之前。真难受。小尿的大宝剑，欢迎随哥，欢迎西山哥。我一开播就想睡觉，我刚开播我都犯困。你们刚上班不犯困吗？难道？
静瞎说，你这真的是有点意思哦，真是瞎说。不知道，我是一个，我比较随缘，是我比较随缘。谢北漠哥，你们是不是看不习惯这样子？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我确实是男孩子，我还真是。你们觉得呢？这个你还好吗？我有点不习惯我自己。习惯吧，这个发型驾驭不了你的头。我的头怎么了？太大了是吗？以前那个啊，我剪了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等它慢慢恢复了，只有等它那个再长吧。我还是带个特效吧，以后都要带特效。今天美颜过多了，我巴不得开全部都给开上。不真实就对了。就是不像哦，我以前，我先把你外剪了，没办法了。
回答一号点我，我现在不想跳，我这个头发一跳就毁了，真的。感觉身边的个人没有，我把你我还给剪了。给捡回去了。我是人慢不跳舞，不要听他瞎说。现在我十点钟开播，大家都觉得挺早的了吗？我帮软软播一下，我帮他播一下。我不会跳舞，我真不会跳舞。你迟到日常也十点钟才开播，不正常。没有，就算我剪了个刘海，还是不耽误跳舞的时候那么骚。不是，我有点感冒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软软的妹妹，你不软，我笑了，真的是，怎么可能？你不软。唤起我关于家的憧憬，我看着你的侧脸，希望时间慢些，线索落丧，希望能听到永远在你身边。我今天去整容了，胜过一切，请我进入的后面，就慢些。欢迎小武大，再慢一点。Oh baby I miss youI wanna be here with you， 把你的名字写进心里，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好好走进你。到了夜里，我时刻在想你，你是否能听清？我也觉得你音特别难听，好不好？只是你们不要乱取名，那个太难听了。就软软，就你软软呀，还想什么呀？想啥？嗯？没有，没有换。在你身边，一起等黎明出现，胜过一切，请我进入的后面。嗯，就
你这个是什么刘海啊？这个叫空气刘海，这个叫空气刘海。这叫三分天下，抽，真的抽。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剪的，这太抠了，这是我自己剪的，我真的是手贱去剪这个东西，我自己都觉得我是手贱去剪刘海干嘛呢？没有啊，就是高啊。自己剪的不亏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喂。特别的丑呗，自此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是我今天自己把刘海给剪了，晚上我下铺之后我就照镜子，然后我看到我前面有一撮头发，我就干脆剪了几根。你们再说丑不丑人，再说别好吧，你们说真话，丑就丑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实在不行赶紧去休息一段时间整容去了，实在不行我休息一段时间整容去，然后再把刘海好好收拾一下。丑的不是那么明显，你要不就别说话好不？只能就退地。现在哥哥我全剪了会很丑的你知道吗，这个全剪了会特别的丑，欢迎雨哥，欢迎因为落，别神经大条。
我觉得是灯光的问题。那我要不要再关个灯？欢迎宇哥，我是不是要再关个灯？穿这个衣服逛街，今天真好看。真的吗？我以为我把刘海剪了特别的丑。为什么说话这么可爱？我装的。关了灯都一样，我试一下关灯吧。关灯是不是太黑了？今天变乖了，所以我今天不适合跳舞，太黑了。今天都是 B 类，不是你一个人啊！我又没有跳舞，说丑的直接插出去。没有，我自己手贱把刘海给剪了，都是被 B 类几次那种。那今天晚上玩妞妞什么的吧。欢迎万事随转竹三三，打不打呀？可以啊，我就不用再去群里去找了。今年主播日子不好过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谢谢清新哥的粉丝牌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还真被你说对了，我昨天就正常下播呀，虽然也被逼了几次，但是也还好啊，也没有说特别的恼火呀。昨天我好像被逼了三四次吧。对，我跳一次比一次，我都还没有看他们人哎。给我这边拉个厉害的，我想把软软拉过来。我不想拉腰。B 类的意思就是进小黑屋的意思。要不如风你重新拉我一下吧，我这个月我播了两天，好像四五次吧。欢迎东哥。我天，我也四次了。你播了几？我看不到他，你重新拉我一下吧。三次。你自己退了，我再拉你呗。好，怎么我谁都看不见？欢迎东哥，谢谢东哥的大宝剑。东哥，你的榜都没了。变脸了？不是，我自己剪了个刘海，然后就可能就有点丑吧。可以了。把牛皮扣在鸡骨脑门。你拉耳曼啊，下耳曼。欢迎九半叔叔。下耳曼。对。对，我自己剪的，我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剪的。下耳曼，哎，我来吧，哎。我来啦。别把厉害！他们自己不想退出去了，他们自己可能不小心搞错了，等会应该会粘过来。到底是我牛喊你，还是不牛呢？奥迪使劲抬，我不是脸瘦了，是都这样的，纯死的。他是不是电脑不行啊？不是，是他自己不行，跟电脑没关系，他那电脑不自己啊。还拉谁？我瞅瞅啊，我
瞅两眼，搂两眼。欢迎佣人哥，这些弹幕太调皮了。不啊，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。调皮。你看到没有？几乎还是也是、以我为中心的，虽然说偶尔来看看我是不是？哎，黄志哥。说什么我都听不懂，不像那个骚曼天天到处。你拉一下那个金萌萌看看，不知道他还来不来。嗯，谢谢，欢迎无名哥。嗯，欢迎无名哥哥。还是我鸡姑，二哥。鸡姑虽然说呼叫二哥，谁是二哥？至少不出去跑骚，东一下西一下的。拿了吗？就有些人巴不得真的。金萌萌，把虎牙整个女的看完。这个长头发的，说的就有些。你说哪个？这长头发有几个？宇轩一直都好像经常在我这儿。进局了。我问一下陈白白啊。欢迎无名哥，欢迎大哥。宇轩经常在我这呀，快起来看看什么？谢谢哥哥订阅，谢谢。懒虫，快起来看！别在这炫耀你牌子，天哪！我天哪！对，我帮他播的，我帮牛软软播的。是个大哥，白眼给你放到天上去。九道满的大哥。啊，不省省。这是谁放的那个什么青藏高原的歌啊？是如风吧？我觉得。青藏高原。是个牛马哥，你太低调了。我没有放青藏高原啊。天哪，我们快一个月了，一个月要庆祝一下吗？一个月咱要庆祝一下吗？今天应该是你第二次来我直播间啊。要牌子是有什么用？我只要专一的男人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确实挺浪呀，他很浪的，骚，很骚。513741，骚的不得了。顶个订阅北哥，我是个唱歌。一个比一个青涩，商量好的吗？欢迎烧饼哥，对，商量好的。盲线，骚慢。哎呦我操，怎么这么快呀？这手真快呀，我操。服了，真的。如果你那边再拿个烟吧。哪有啊？男人不许何以天下。男人不香，是草包。他们手太快了，一下子就被拉了。真的手贼快，不说了。鸡姑给你看个大脚丫子，鸡姑给你看个大脚。好姐姐，我没有钱和婴儿，妈妈姐姐，我怕我对不起你们两个，怎么办？我真的一毛钱都没有。不怕不怕。那没事了，没不怕不怕，那我们就完蛋了，真的，我们把所有寄托在你身上了。现在不，哇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曼曼哥，我收回我那句我没有钱的话，我要。有钱干死对面，我天哪，完了完了，别慌了，好了，今天三个烂蒜牛马主播不怕啊，鸡姑你快上了，鸡姑你再上了，你还没破蛋你说我们烂蒜，你说我鸡姑你快上了，破没破，咱们有虎粮的可以亲亲虎粮了，哥哥们，然后大家可以上电视卡牌子，你是湿垃圾，闻到了药水的味道吗？刚别啊，才刚开始啊，就这样吗？谢谢我是湿垃圾干垃圾，欢迎小无名哥，谢谢我晚上好，谢谢我鸡姑，溜溜来了，啊不是追一追，我过过低保好吗？拜托你们，你怎么这么多？无名哥哥，我想过个低保，你都好久没有来了，给我发过来，我又没有你微信，还有一块钱。几乎还有一块钱，明哥点错了，
本来要点啥的？你叫的二哥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欠我鸡姑。我头发都吃进去了。我们这边的好哥哥们能动一动你们的。我清楚的记得你的号有多少，所以想给我留点私房钱，那是不可行的事情。你不是不喜欢吗？高低对我们的 PK 条尊重一手。臭呗。高低的对面破个十块。让我紧紧的拥抱你。高低的。啊哦，你是叫他呀？我以为你叫谁呢？我们有没有上下的？我爱你，我才管你呀、啊！你看我不爱别人，我管谁了吗？我爱你，我才管。哇！感谢二哥的续费，欢迎我榴莲哥。我管他个灯啊！谢谢二哥。对面才140吗？整了，对我整了。那是一百，这是一百四，不是11.4啊。这是140吧？大侠给我冲！我好像看到了希望，谢谢 S 哥的大宝剑，谢谢二哥的粉丝牌，感谢二哥的高能预警，谢谢二哥。我们再追一追吧，就差的不是很多啦，100多。大侠给我冲！一起冲呗，可以一起冲啊！多了，我现在有19个百元榜，多了百元榜，多了。我逃，帮我卡个百元榜吧，我逃，试试飞吧。多一点点可以吗？逃逃，柚子，喊柚子。我冲一下，好。为我消费一波吧，为我上个头。手拉手机命剑。哪个是玩意儿？兔崽子就是，算了，别啦！感谢妈妈哥，谢谢妈妈哥。别啊！干嘛呀？荒无人烟，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嗯。走。感觉我变了，哪变了？待着迟早要被这虎娘们说话声给整灭了。我昨天都还在播哎，去跟你谈恋爱，把大侠杀了。去看你，我怕你怕什么？有没有好哥哥弹一首？看他拉屎。谢谢我二哥。那让我来干嘛？谢谢妈妈哥给我播的宝，谢谢。无名哥怎么说完话人就不见了？谢谢二哥的能量石，不。谢二哥的荧光棒，我看错了。哦，我能量石都没开，感谢我榴莲哥石头开。好，我开一下石头。石头。看一下今天白不白，我试一下啊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开一下。有什么站起来啊，陆峰？肩周炎，不想做了。这不就是终极梦想吗？19克拉。你们两个好像要死，怎么一拉棍儿？忽悠我吗？不行，我要去针灸一下。你说啥？我说你给我补个宝吧，无名哥哥，我在凑低保，然后我要怎么发图片给你？我有好多好多的图，我怎么发给你？我能量，我能量石开了。真正爱我能量石我已经开了11个。真正爱我的人，迈出冲啊！为我倾尽所有，也会给我买19克拉钻戒的。没有就是不够爱我。老弟永远给你，老弟永远给你托你，你别说这样的话好吧？你给我上好吧？大哥给我干200多。大哥大哥你真棒，干就干，干就干，你看丽丽姐姐都疯狂卖萌了。我都给你穿丝袜了。欢宇哥，欢宇哥。我给你穿怎么嘛，我去2元点在侮辱我吗？宇轩哥你是不是在侮辱我？一点点吗？全世界最好的无名哥，今天低保没有过。欢迎我的丽龟仙，
一个心。噔噔噔噔，好贱打他！我还是去找个老头吧，老头有低保，老头有十九。我能看到吗？风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点躁动。哇，感谢大侠哥的续费。感谢大哥续费。过分了，我给你禁言，几乎，别扎我。欢迎小猪哥先，我扎死你。谢谢大侠哥的火锅，我们就差四十了。抓不抓你就完事儿啦。掩饰内心的波澜。马上要追上了，过去的三分钟还有三十多块钱的距离。哎呀，冲啊！原来我几乎都在想等我求婚了呀，几乎，原来几乎都在想跟人家求婚。我天哪，天是爱我的，天哪，天哪，我们就差六十多啦，我这小巫见大。少点吧，鸡姑，时刻拉吧，快去奋斗吧，少年。欢迎秘书小圆。欢迎花旦哥哥。你们别在那里互相牵数好吧，两个都够上。你们两个都一起刷了吗？反正都还有，反正都还有。别呀，金猪！我不知道，一克拉就那么一丁点，不知道有没有关。一克拉就那么一丁点，指甲盖那么大，也太抠搜了吧！钻石有什么好看的？有，我觉得没有几克拉的钻石，那都叫钻石吗？没有三克拉的钻石我说了，我要十九克拉，如风。太肉之城。啊，你想吃屎吗？希望你。等他跳舞再上，我们打完这个跳舞好不好？就为我打赢这个。星光阵。潘弟。再跳舞。你说什么？那我要高兴翻翻。第二多少钱呀？我都不知道。第四大礼包就是舞蹈视频。我也不单车变摩托小二哥吗？他跑了，一个莫商赚几千块钱能闪到你眼子瞎了，他跑了。坏蛋哥哥还有二十多块钱。欢迎可爱，欢迎可爱。哪个坏蛋？对面要朝上了，我们有没有追追？谢谢小师兄。是民宿之前看一个，我也准备要出门了。这么晚出去，这么晚去哪呀？别一直叫我家的，你们呢？我们一直在上啊。要你干嘛？妈的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不要走，我做你大哥。我都说了，不要把烟拉在我这里，别动，我给扔过去。烟，这就是友谊吗？我冉姐，再为我冉姐，妈的，店面不要狂，还有十六秒呢，狂什么？真的这么便宜吗？我太难了。再为我冉姐，我操，冉姐开始了，牛逼！我们有没有追一追的？我觉得好歹够两万多吧。谢谢金一哥，感谢上电视。我们还有最后十五秒钟，大家都可以上个电视的。跑一会儿，跑一会儿，我陪你们来。我还是把特效关了吧。好了，你自己跑吧，给你们多一毛。没时间了，没时间了，截胡了。还有九分钟。快点，咱没有互聊的，亲一下互聊好不好？彩礼钱免了，差距不是很大，咱们亲亲互聊吧。破电视，再来一次。就差几毛钱呀！谢谢素颜哥，谢谢素颜哥。
什么这么说呢？讨厌鬼，狗狗。有没有呀？没有，不是你运气差，能量石本来就难出。感谢我成哥。你想一想，佛哥那时候抽了几千颗，妈哟，啥也没爆。你坐下来呀，麦、姐姐，我们都追上了。欢迎星辰哥。刚把我的凳子挪开。欢迎阿瑞。谢谢哥哥订阅，谢谢。我们一本魔法书就可以追上了。什么克拉？至少要给我三克拉吧。那别克拉了，零克拉了，等会儿，还十克拉了。我给他拉大。谢谢。一拿冠觉得，我说过我要那么贵的吗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在考验你们，知道吧？其实你们真正给我买了，我还不要呢，我还会骂你们。啊、哦，你怎么能花这个钱呢？这么贵！怎么啦？太轻干嘛？我还说快去退了。大家不刷就想跑，那等会我跑了之后我就不跳了呗，因为我没有力气跳舞啦。我跑完之后就没有力气跳舞啦。真要说买了，我不会让你们买的。我心疼你们的钱，我不管，这都输了。你等会儿跳跑完之后就没有力气跳舞了，这个要跑十分钟呢。你告诉我怎么跳？真的是一群小笨蛋。啊！欢迎 KK， 谢谢 KK 的粉丝牌。好。欢迎阿瑞。往上翻。欢迎江哥哥。有没有做一下吗？谢谢阿德。冉冉跑步跟那个老奶奶一样。哎呀！我只想说，以后谁做老奶奶的老公，真的会好幸福、啊。什么至少活五年呀？我的合同还有两年呢。你的男朋友真的好幸福。鸡姑，快等我两年，两年我就完了，我就结伴了，我就给你生娃，我给你生十个。给你生一窝，我都不敢正着跑，我都只敢侧着跑。欢迎小倩姐，欢迎小倩姐姐。你看他跑步就像那个火焰山一样，那个踩火焰山一样。有打去了，好，你去吧。谢谢我雨轩哥哥今晚补吧。有空来玩哟，宇轩哥，给你留着位置的呢。谢二弟哥的灯牌，排着队吧，还有位置。感谢二哥。站起来呀！大哥牛，我们有没有上一个？正主好，估计我二哥有动力。我妈呀，闷死了。不是不是，咱有说，是他那个弹力，我的天哪！我看的不多，好哥哥就差十五。谢谢吴峰哥，欢迎灰太狼哥哥，晚上好。对，正着跑的我就看不了跳舞了，你知道吧？欢迎玩玩玩。二哥，你真帅。这个女孩很乖，就差六块，我自己捡的，捡的不是很好。哎呀，这什么呀？为什么我们三个还在跑呢？我都追上了。六块都没有吗？对面穿了一双蓝色的袜子。哇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去看跳舞了呀！我下面有地毯呀。
又追上啦，我们就差一十几块钱，我们就差十几块钱。青青草原上谁最狂？谢谢大侠哥的血瓶。好像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是的，他的想法就是，他的想法就是，他的想法，我想不到是什么了，我想不到了。大家可以上个电视啊，对啊，怎么没上电视呢？欢迎霍小哥。我们又追上了。就这样了，真的。欢迎心大烟雨。欢迎全是哥。不是吧，我真的，哎呀，真的，我要把，我想把我的眼睛再放大一点。这样显得脸长了，那我用棉条下不好了，额头调短一点。好，调整了，坐下来吧。可以坐下来拉票了。哪有，玩一个月都消费这么多了还抠啊，都太大气了。欢迎晨晨，大人家都坐下了你还搁那儿跑呢。你看我多聪明是吧，说完现在我脸显得不惨了吧，我刚才把那个额头拉短了点，我刚才把额头拉短了点。好一些吧，今天阴气十足，不是可爱吗？今天刘海不是显得可爱吗？那种，但是我这剪的是杂碎，真的。都是像我这样的，我 S 吗？哎，你咋不为我上头呢，辉哥？欢迎，谢谢华哥订阅，谢谢。电视抽的是什么？大宝剑是什么？电视抽的是鸡蛋。你要跑上去吗？你要跑上就跑上吧。DJ 加个币，我们差的就只是一个高人，一个火锅，火锅多一点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兴趣，对我有兴趣是吧？我要准备下班了。撤了吧。我也下播了，下播了，直接下。拜拜。好的好的，各位集美。拜拜。哟，我们两个咋办？拜拜。别说。我也下播了吧。大家都下了，我还播什么？我要下了。下播。玩去。我上个卫生间就来跳舞啊。哎呀，这个牛还是不是真的贼丑？我下播了，我播了一天了，我都感觉我自己，我播一天啦！
哦，我好像在做梦。可好渴，我要喝点水。恭喜大哥中奖。In your heartbeat, 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, I can hear your heart, 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.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. 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. I can hear your heart. 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.Thank you.
in your heartbeat. 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. I can hear your heart. Forever in your heartbeat.知，我已经体力不支了，因为我上火了。哎呀，我刚刚看有人真的，你们真的能看出我上火了吗？这都能看出来。护眼一号续航，护眼一号，我换衣服跳。不，我上火了。看出你虚了，体力不行了。不是，我是真的上火啦，就是我喉咙很干很干的那种。谢谢小雨的续费，举报主播跳一半，我没有跳一半，我跳完了呀。你想举报你举报吧。谢谢二哥，欢迎晚风哥。
热死我了。恭喜叶飞哥，恭喜飞飞哥获得大礼包，多喝冰水，喉咙就不干了。续上续上，不点了，刚刚没人点我啊，他身体不舒服。你没人点我啊，我刚刚就是说打完 PK 就是给大家跳一个嘛，刚刚没有人点我啊。二哥心疼我，我知道他心疼我了。吃下火药有用吗？问题是本来他要点，他心疼我了。二哥你可以卡个微信，我给您发一个比直播间还好看的，真的。你的心保安出来干活，保安出来干他。哦哥真的卡个微信嘛，哦哥刚刚我好像只有一次，我刚刚就是在就是舌头，他们说我舌苔很厚，说我上火了，还真的是，就是喉咙很干，我真的昨天上火了，不卡，好吧，那我不勉强了。超是谁？超是谁？伦伦，你下巴太尖了，调一下。你知道我下巴已经把它缩小到哪里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下巴缩了15%了，就缩短了。这个下巴我特意这里削一下，这里削一下才这么尖的，确实尖得吓人。这个尖我不知道怎么调。尖得吓人你怎么还看？加微信千元榜加微搓人。这个下巴下面有个假体你知道吗？没办法的，我下面有个假体，我里面垫了假体，没办法的。取出来，为什么要取？怎么加微信千元榜卡位？这胸是真的吗？假的？我订了两个包子。又我出门了，拜拜。故乡注意安全。哦，怎么卡？千元卡微呀，虎牙一号卡微信，哥，虎牙一号卡微信。好，你去了我就跳舞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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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跳什么？跳那种什么？加特林啊，开火车啊，还有那个雨声一个浪啊。明年科三结账起有牌面，你就直接把它弄到底，摁到底，油门踩到底，起飞。你能感受到快乐。是谁还敢？我真的无语，反正就是跳一次逼一次，跳一次逼一次。啊哈啊！我这也没了，这都行，你跟我说这都行。
这就是无情。中奖的我会私信你，中奖的我会私信你的歌，下播我会私信你的。欢迎霍肖哥，能看到我说话吗？可以。刚刚我被逼了，我看我的逼泪去了，所以没看弹幕。不如大大风，我在跳，我刚刚就是大大风风跳了呀，我知道我要被逼呀，只是觉得，只是在我心里用了地下那个视角才算真的有点尺度了，所以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可能觉得这个还好，都一样的，我换哪个号都是一样的，该逼就是逼的，没办法。跳舞吗？可以啊，火牙一号点舞，图图哥，火牙一号可以点舞，刚刚跳厌了的，那厌吗？走了，好。主播你丢我干啥？我丢你什么了？能打折不？小九哥你当这菜场呢？你的工资能打折不？嗯，你没工资啊，那你就别刷了，你都没钱了。怎么换了发型？我剪了，我自己把它给剪了。昨天晚上我手贱把自己刘海给剪了。为什么疯？这五倍逼泪不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的吗？想疯就疯了，刘海自己剪的，自己晚上剪的，戴个兔子耳朵会可爱一点。对自己太狠了，我哪里染头发了？你们看染头发了吗？我想染个红色的，我想染个红色的。其实对，因为我抖胸了就被封了，抖胸，然后还有局部聚焦镜头才会被封的。你当一张没剪的图片看看啥区别？那我就找一下我之前那个，没必要啊。我现在刘海已经被我剪短了，只有等它长长了，只有等它自己长长了。反正这个就是，这个又不是说不能，就是不可挽回的那种，它就是可以慢慢的留长啊，这个无所谓啊。一开始我自己，我染的是黑茶，就是接近黑色又有点带点棕色的那种。我染头发都是染黑茶，接就刘海不用接呀，刘海接不了的。而且就这么几根，我掰一边去就可以了，我还可以掰一边去。只是我今天没洗头，不想掰了。换个剪个刘海，换个心情嘛。就是你们看我剪了刘海之后，其实感觉还是跟之前有点差别的，对吧？是不是明显感觉比之前还要丑一点？我就喜欢我这样子。接怎么不要？这么大的刘海你没看见吗？怎么这里面都是这种很嗨的这种歌，有差别，但是不知道差别在哪。就是我剪了个刘海，然后带了个特效，
刘海不好看，刘海显嫩，有人觉得好看，有人觉得不好看。我又不是人民币，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的。做人啦，开心就好啦。做猪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。对啊，我原来没有刘海，更秃了，本来就秃。一开始我刚刚上播，我确实毫不习惯，我觉得好丑啊，真的怎么搞这么的丑。现在稍微适应了一点，谢谢虎良。不要牛海也行，嗯，这个可牛可不牛，我要是不想弄的把掰到两边去就可以了。不搞这个兔子特效了，我觉得弄久了挺丑的。这衣服我出2.5元，怎么样？你哪位？有才就是你是实力派，我不是实力派，我是瞎扭派，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，不想那么多。我去看看别人跳舞啊！我是蛋黄派，什么偶像派？我不配，我觉得没有大哥啥也不实质呢。但是我又是只是一个吃百家饭的主播。哎，姐要不要做甜妹？什么鬼？哇哦，没有，你放一首，这是什么歌啊？不是那种劲歌什么的吧？谢谢永卫哥的大宝剑。嘴巴歪呢，找医生看看。不，要得找我妈，回她的那个胎肚子里面重新塑造一下才行。找医生没用，得找我妈重新塑造一下。天冷的主播，你穿羽绒服吗？你想让我怄屈就直说。你想让我养蛐蛐，你直说。这歌我不喜欢，太那个了，我喜欢那种柔一点的歌。Oh my god, 안다直说不好的那你就别说。永远是不是胖了？是的。哦，我剪头发了。这个发型显瘦，不是发型显瘦，是我开了瘦身。不说我看着难受，你可以不看呀，很简单啊。
사랑을 했다 우리가 만나 지우지 못할 추억이 됐다 볼만한 멜로드라마 没有剪了个刘海，我洗了头发之后再把刘海弄一边去吧，没洗头发很难搞的，它可能就是这一根那一根就会很那个，怼人不一般。我没有怼人，我只是回答他们的话而已，我只是礼貌性的回答。你看我不回他们，他们还说我不理。在长沙吗？对的。欢迎菲特。你说牛，我牛什么？比心哟。看了这歌就难受，哎，我帮你一下，我帮你，这样你就不用看了，不用看了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哦，在家。他说看着我的勾看着难受，我就说我帮你一下，这样他就不难受了，他只要进不来我直播间就不难受了。那可以不看下，主播白天都干嘛？白天偷牛。我不是说不开心，我是有点那种难受。黑名单之后是好像是进不了的，我记得，我不知道，我试一下啊。还是能看呀，我还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这个黑名单有什么用啊？哦，不能说话而已，那这个跟禁止发言有什么关系？差点把我封了，吓我一跳，只是刷不了礼物和说话哦，这样子啊。不是，我今天是看了一条新闻，我觉得挺难受的。我发你那个微信上吧，牛年哥。就是一个小孩子得了白血病，然后就是各种化疗什么的嘛，我觉得看的真的挺揪心的，我看那个新闻我看哭了，真的。不用不用，就是一条小视频。
我之所以会难受，是因为我自己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我纹身的意思。我纹身的意思，不是很多人会好奇我纹身什么意思吗？我纹身的意思是我弟弟，我的亲弟弟，他也是癌症去世了，才六岁的时候发现的，然后八岁的时候就没了。我觉得我生病的小孩子特别懂事，我给你看牌子，没有，我就是又没事，早就过去了。我只是上火了。我只是上火了。我没有搞群哎。没有群。你这个眼睛进石子有点牵强。谢谢长半个多小心心，谢谢十一个的粉丝牌，谢谢是不是的粉丝牌。八戒你又来了。你改个名字吧，我看你这个八戒名字，我总以为是那个卖号的。欢迎福福很困，谢谢长半个的粉丝牌。一早昨天去参加婚礼了，这你怎么知道啊？真的像卖号的吧？欢迎推网哥，欢迎小小鹿，谢谢鹿哥的大宝剑。我天天说话哪上了？要不是因为你天天说话，我真的准你是卖号的。
不是也有八戒，有八戒还有九戒，就是那种卖号的，他们会搞改个名字牌面，八戒九戒什么的。矿泉水好喝吗？我都没喝过，你别说这么心酸好不好，把你家地址发给我，给你买一箱过去。我开个玩笑，不用整法。我开玩笑的。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女人的话，鬼话连篇。我自嘲，哪有那么快呀？谢藏半个的粉丝牌。怎么像变了个人？我只是剪了个刘海。有刘海跳舞感觉有反差了，什么反差？是不是感觉有刘海之后跳舞好像没那么好看了，就奇怪。小兔兔上学顶级多好了，他在虎牙上都消费了几十万了。打完十二点再跳舞，我说了开播后半小时，还有就是十二点半以后跳舞。我不猛，我八戒怎么不锁？对，我自己剪的刘海，这个是。等到十二点半之后才跳，我不是，
不是他们瞎说的，我都不知道哪来那么多那个的。其实跳舞好多的，特别好，特别多，跳舞好的贼多了。而且我发现我剪了个刘海之后跳舞没那么合适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我之前，其实我之前没跳舞也会有点那个吧，我之前没跳舞看着也还好吧，没那么那个，怎么就现在那个了吗？一直都是十二点半。值了，哎，派给我跳个对比一下。虎牙一号点我，欢迎石家上山。我突然想起，明天不是王者要更新了吗？都五千块钱一个，今天的牛排有点怪，还好。嗯哼，新赛季。吗？我现在跳舞，可能是我最近胖了吧，有点跳不动了。我最近真的胖了，你们没觉得吗？我肚子都变，我胃都变大了，就是我的腰都变粗了，感觉。辛苦我的钱全充游戏了，你这个说出来干嘛？以前长什么样来着？以前我给你看啊，以前长什么样子。诶，我以前长这样，刚才的不是宵夜吃多了，宵夜对我来说就是晚饭，你知道吧？我以前长这样的，真的，以前你也没这么大。你说我现在你还大一点吗？不可能吧，我脑门都被遮住了，你跟我说我现在你还大一点，真的是。我知道以前会好看一点，早就人家祖宗了我要了，你有毒吧？我最近超喜欢听这首歌，一三二一。现在展开了，你猜？就感觉好像是从小就认识，
骂我？没有没有，怎么会舍得骂你呢？那也是因为你刘海的原因啊。今天的风格有点不一样了。是的，是不一样了。让我想起终极一班里面的无双家表姐。你觉得大学生会穿成这个样子吗？谢谢是不是的奖杯，谢谢老虎牙的粉丝牌。12:30会跳舞，等会要打突突了。那我把我的雪糕钱给牛子点，打12:00需要的。他雪糕不就是那种雪糕吗？不就是那个冰淇淋吗？蒙牛随便，我觉得你不觉得那个乔乐兹很好吃吗？欢迎全是哥，我觉得乔乐兹很好吃啊，你没吃过乔乐兹吗？好清纯，剪了个刘海，蠢萌蠢萌，你萌就行了，别骂，别说蠢蠢，好像你在骂我，好像你是借此机会在骂我，因为又不像骂我，但是又像是在夸我，但其实就是在骂我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昨晚没有关注样子，没有我在夸你可爱，别夸我了，全是个榜没了。倒霉啦！没到12:00，还有7分钟。大哥吗？等什么大哥？如花的年纪谈恋爱多好，谈恋爱有赚钱伤吗？那我觉得还是钱比较伤。刘海自己剪的，要不唱首歌吧？没有，大哥都是乱逛的，有时候碰运气这个。
不要和我谈感情，伤钱。觉得挺好看的，真的吗？你觉得我牛牛还好看是不牛啊？你真的，我嘴巴好干，就是那种上火，真的是上火。还有五分钟，莫急，不是十二点就跳舞啊，我是十二点还要打个 PK， 然后再跳舞去了。都长痘痘了，能不上火吗？PK 的话太晚了，嗯，都是十二点，都是有一个整点的 PK。他之所以选择十二点，是因为刚好过了个零点嘛，然后可以升亲密度，就是十二点 PK 就相当于是用来升亲密度的。你不太适合刘海，还好吧，就是都尝试一下呗。我剪都剪了，没办法，只有等它慢慢长长了这个刘海。我要打十二点了，马上。毛衣是小软家的大哥，他只是路过到我们家，点了个舞。不是，我就剪了个刘海，有这么大的差别吗？真的差别有点大吗？有些人就觉得好像还认不出我了一样。巨大，真的差别很大吗？伤心的故事，什么伤心的故事？租错房间了。你不记得我原来长什么样了，那说明你看我看的不多，说明你看我看的不多。嗯，我这个裙子以后我不太想要了，这种有褶皱的裙子显胖，然后它就是我注意到我上面的时候，然后我下面又会很短，就很尴尬这个裙子。记错房间了。没事没事，还用行？你的意思就是我本来就胖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本来就胖呗，是吧？你就微胖，我不想，不喜欢微胖。我其实算胖的，真的算胖。
啊，终于可以，终于可以在沙里，我都快困死了。我，倩姐姐 ，Hello， 我们打十二点突突，对不对？是的，那我们这个也要准备一下吧，好像也要打完这个。先打开突突，是十二分钟吗？对不对？这个突突它你其实设的多久没不重要的，重要的还是看就是就大哥们怎么打这个东西。我们弹幕是一个六哦。啊！拜拜。人人加油去了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也好困、啊、我应该是有点感冒了。我们弹幕一个六考起来，哥哥们大家醒醒啊！一个六，一个六，一个六，一个六啊，一个六啊！电视能量石，我又忘记啦。能量石是开着的，能量石它是开着的。欢迎兔宝宝，谢谢我全师哥的魔法书，感谢北漠哥，欢迎兔宝，谢谢兔宝宝的上电视。谢谢兔宝的水瓶，感谢全师哥的护锅。哇，这太牛了吧！爆了！要是爆个星光阵不就好了？谢谢兔宝宝，谢谢全师哥。冲呀冲呀，对面要打来啦，感谢兔宝宝能量石，谢兔宝宝。谢谢兔宝宝一百个能量石，谢谢北漠哥的能量石，感谢全师哥的火锅，谢谢我全师哥的魔法书，感谢全师哥，谢谢兔宝宝，感谢我全师哥又一个火锅。我的天哪！谢谢兔宝宝，谢谢火小哥，哎，太猛了！感谢全师哥，谢谢初心哥上电视。哇，他们爆了个星光阵，这么白？没有，我还你们家爆了个星光阵呢。没有爆，他们快要没了，他们快要没了。他们的生命好像比我们高一点点。谢谢兔宝宝，我们家的上一上好不好？
有没有其他哥哥团一团上一上的？欢迎新寨哥哥，火凉也可以上的，弹幕六可以扣起来，弹幕一个六可以召唤那个火法石，我是火法石吧？谢谢兔宝宝。辛苦啦，大家辛苦啦，大家弹幕扣一下，我们再坚持一会儿。现在是平局，我们再坚持一下。欢迎酷酷的阿达。救命啊，又没了，救命啊，谢谢红香的火凉。我们家有没有在上下的？有没有再坚持一下的哥哥？有没有哥哥再坚持一下？天哪，他们家一生哥还是挺猛的。我们还有希望哦，我们还有希望的，大家还可以再努力一点，我们应该是可以的，我觉得。不是吧，昨天也输了，今天也要输了吗？救命啊！完了完了，没了。顶住啊，我们要顶住啊。还没有续费了啊，真的是啊，没啦，欢迎新一哥。被抄家了，这次真的被抄家了。哇，这也太帅了吧，家人们，这就是团结啊，团结就是力量啊。不，这不是团结，这是大哥仓，这是大哥仓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，让我们退出游戏吗？好，不打了吧，就打一把吧。打得头皮发麻。大家辛苦啦，谢谢我的谢谢草原，谢谢我宝宝，谢谢大家，是吗？嗯，是的。辛苦啊，辛苦，全是哥，辛苦兔宝宝啦，辛苦榴莲哥了。那咱们要闭麦拉票吗？可以。要十一分钟。可以。那我们一会儿见哦。好。继续公开处刑我的有何不可，好恐怖啊，这么多换头了，是的。是不是感觉跟我自己很不像了，就是剪了个牛排，其实都有这感觉。什么感觉？头发不是吧，我剪了个刘海像整容吗？剪了好像变了个人，真的，其实基本上这两天会啊，你怎么感觉好像变了个人，你整容啦、啊、我只是自己剪了个刘海，但是我也没有想到，
我也没有想到我剪个刘海差别这么大，感觉还行，头像好看一点。那个是照片吗？那个是没有刘海的时候。怎么啦？之前的好看。比照片好看。欢迎托托，之前确实比现在好看，没事，等它长长嘛，我等它长长，我再把它弄回去嘛。有了刘海，有年轻几岁，谁喜欢年轻的？谢谢托托的高能预警，感谢托托，托托每日来喂口。对啊，我就是偶尔换一下风格嘛，到时候这个又可以弄回去，不是弄不回去了，对吧？可以再搞回去了。欢迎天使哥，恭喜牛年哥。这是新主播吗？是的，我是新主播。现在开始好像不能，还能打那个王者吗？谢天使哥。感谢天使哥能量石。今天晚上还可以玩。不是今天要更新赛季吗？怎么还没有变化？烟花要绽放在黑夜，雪花多舍不得冬天，像我舍不得和你说再见。我没有换那个妆。谎言并不代表欺骗，诺言也不一定兑现，誓言就都留给时间。啊，是21号啊，不是今天啊。就请把从前留在今天，天亮以前说再见，笑着泪流满面。我也差点没认出来，差别拿了，差别真有这么大吗？真的。谢谢新一哥，你那么美，谢谢。别回头去拥有属于你更好的世界，天亮以前说再见，让我留在今天，去保护我和你的最好的夏天。青丝若许三千，只取一瓢眷恋，当你来过的纪念。战令结束一个星期左右才更新赛季，不懂，我一直以为是7号更新。欢迎街楼哥啊，街楼哥你啥时候来的？软软，这是骚中带着清纯，这我他喵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谎言并不代表欺骗，还有5分钟。誓言就都留给谁？
兔宝宝，小兔什么时候开播呀？欢迎永恒哥，清纯淡雅色，一般都是一个星期左右。我遇到两次，就是刚好更新那天，我又没事干，贼想打游戏没得打。谢谢关羽哥的大宝剑。去桂林了，可能晚点会过户哎。哦，他去旅游去了是吧？他真的很喜欢，我发现很喜欢去旅游。谢谢关羽哥的糖豆车，感谢关羽哥。啊，我真的上火，我有点头晕，又要新赛季的王者，是的。关了什么关了，我真的有点头晕，就是那种感冒上火。谢新一哥的糖豆车。新赛季该去挨揍了。那也是，我感觉每一次新赛季觉得好难打，真的好难打。那不休息一天，看情况吧。我大脑一直有种那种，就是那种云里雾里的感觉。神也都下来了，哎呀，我真的生病了，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那种，就喉咙里有点那种很干的感觉。丝毫不耽误人家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打，好不？是空调吹多了，就是我跳舞的时候会出汗，然后吹风吹空调就很容易感冒。马上就要看艺术家表演，你们别这样好不？我说啦，我就平常跳，我就是平我的舞分为平常跳一跳和点舞和去小号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不要太抱有期待了好吗？才发现你的脸好红，说了我生病了，生病了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想休息的，我都不知道我坚持什么。头晕乎乎的，昨天跳舞得劲，今天可能不一定得劲。要不我给你们欠着晚上给你们跳好吧？我真的头有点晕，我真的头晕，我现在身上有点那种发热的感觉，是感冒了，我是感冒了。我给你们欠着晚上开播时跳好不？我真有点头晕。买凉茶喝，等打完之后就休息。我喝那个九九九，家里常备三个酒，家中常备三个酒。哎呦，最后四十秒啦，我们可不可以再追一下？喝了假酒，实锤了。对，我喝假酒了，对我喝假酒啦，真的喝了。欢迎杰哥。而且我嘴巴也很干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上火，上火也跟吹空调是有关的吗？难道真的吗？那我能睡个好觉了。这跟我等会就是，要不我还是给大家跳一下吧，我都说了。辛苦啦，小姐姐，那我就先撤了，拜拜。好的好的，拜拜。我水喝多了，我去上个卫生间，等一下啊。蹲在厕所门口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今天这发型有点少女了，是的。猫系暖宝宝。你知道他身上有股猫味，就是那种奶猫的味道，就是那种奶猫味，好好闻，我觉得。这个味道真让人上头。你们这种没有猫的是不懂的。哪个大哥啊？啊，他这个味道真的好好闻，上头。谁啊？我要看猫的表情。谁来了？欢迎在凡尔赛，是的。哪位大哥来了呀？没有啊。大哥来了也不藏大招。这年怎么感觉变了？我剪了个刘海。绝望的小眼神。这动作好污，我就在撸他的头而已。他已经习惯了，他是习惯了。
你们听他这个呼吸声，他就是有这个呼吸声的问题，不然其他都还挺好的。突然涌进来10万人，已经看到了，他应该看到猫声，他不是看到人声，他是看到猫声。欢迎10000个，他心里想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好白的猫，吃你有毒吧，人家都说猫肉是酸的，你喜欢吃酸的啊。我真的头晕，我想下了，就头咋咋呼呼的，我真的感冒了，我应该是，我给你们欠着好不好，我晚上开播，我状态好一点再给你们跳好吗，我状态好一点再给你们跳，我自己也想休息了，因为我真的感冒了，头好晕，我休息，我状态好了再给大家看，要不然我真的头晕乎乎的。谢谢大家理解，我之后早点播吧，我真的有点那个，我打算喝点999然后睡觉了，我都要喝点999去睡觉去了，大家晚安。我是你们软宝，然后我就欠着你们呗，到时候我什么时候开播之后，我开播半个小时之内就会给你们跳的，我下次开播半个小时之内，大家可以点点订阅关注一下，卡个牌子，一张粉丝牌卡牌子，晚安，辛苦啦。